需要的是人员，我并不需要跟电影无关的话题。所谓流量还没有证明他们是演员，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把演员这行业都看得太简单了，觉得长得漂亮，然后有点可爱，卖卖萌，跳跳舞，那就已经可以演戏了。我觉得这个对演员这俩字是一种侮辱。演员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学习，非常多的训练，非常多的努力，他通过完成角色获得荣誉，他并不是通过粉丝量来获得荣誉。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年轻人进入这行业里的时候，首先要想清楚到底是做一个称职的演员，通过作品成为一个在行业里面被尊重的人，还是我通过其他的方式赢得一些，反正一些数字吧。我觉得这是每个年轻人要自己做出选择的。